你好 ，Hello， 你好，五位是吗 ？Five people， please。Hello， 欢迎光临中餐厅。Nice meet you。你好，你们好，请坐。来人了，来人了。Hello， welcome。How many？ Just two。Yeah， sure。啊，来人了都。来人啦，来人啦！我怕水煮牛肉推销不出去。没事，再等一下。The I've seen the series. Which one? The Three Lives in Words. 快吃点虾。哇哦！快吃点虾。哦，不敢，谢谢你。Thank you. Please, I'll come back and take a drink order. Thank you so much.你好 ，Hello， 单位是吧？请坐。你好，你好，欢迎光临中餐厅。Hello， 坐那边可以吗？可以。来，坐。哎，好巧哎。好紧张啊！啊，紧张？我好紧张啊。这个是木耳拍黄瓜。但因为我们图片还没来得及出，所以我只能解释一下。那就给我来一个木耳拍黄瓜吧，这个老外可能比较爱吃这个。麻婆豆腐大虾，这个吃吗？这是今天的新菜。是辣的吗？微辣，我们的菜都没有特别辣。具体 tip 是没问题，没问题。有这个来一个，水煮牛肉我们就不要了，这两个也是辣的，是一个就够了。汤炒排骨给我来一个，清炒四宝食是什么？这个来两个啊，冰粉。这个来两个吧。绿豆汤两个，对，然后这个莲子羹来一个，好，谢谢你，谢。那个烤鸡是尹正哥做的，好的，好。南乳猪肉，好。北方猪排骨，好。再要一份汤，要一个饭吧。麻婆豆腐大葱，可以。这也是今天新换的菜单，我们林大厨做的。主菜这个是麻婆豆腐和大虾，是我们林大厨做的。那要不要试一下？可以。麻婆豆腐是辣的，今天上的新菜，可以尝尝。可以。麻婆豆腐、秘制鸡腿、冰粉三份、炸酱面、烤鸡、糖醋排骨、四宝食蔬、两个冰粉、两份麻婆豆腐，还有一个四宝食蔬。好。麻婆豆腐一二三四份。好。今天生意还不错，再加一个糖醋排骨，现在有五份糖醋排骨。OK， 我按照你的这个顺序来，帮我摆一下盘啊。好，那我少黑芝麻喽。对，打开。哎，对了，好。接着我上四宝猪喽。两份四宝猪啊，炸素肉一份，炒饭还在做对不对？对，正在。六号桌跟一号桌的冰粉，这个可以上二号桌的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赢了。麻婆豆腐赢了。麻婆豆腐。我也要学麻婆豆腐。咱们输了。怎么呢？麻婆豆腐桌桌有。不着急，现在还没有人点。我还想急着两份一起做呢。又来了，又来了。我去，快去。你好，你好，来，三杯是吗？对。好，请坐。我帮你推荐吧，好吧。红烧肉，最好吃。这很经典的中国菜。是的。红烧肉，糖醋排骨。欢迎。哎，好，配漂亮，我就喜欢水煮牛肉。对吧？可以有四菜。对呀、啊，腐乳空心菜的这个青菜，清炒四宝时蔬。这个你推荐哪一个吗？相信你。推荐我，那我推荐这个我炒的呀，就这个了。绿豆汤。绿豆汤要有。那一个，三个吧。这很好。三个吧。三个。为什么这么点知道吗？因为我们是 AB 两队，我们在做 PK。真的啊？嗯。我还有什么需要支持的？炸酱面，这也是我做的，特别好。来一个。点了吗？没有。还没点啊？嗯。水煮牛肉、红烧肉、炸酱面，必点。好，水煮牛肉、红烧肉、炸酱面。好。好。你好，请坐。中文听得懂吗？我操的啊，听不懂。请坐，请坐。呀，哥，那有两个老外，一句我都沟通不了。你不是可以吗？No， 我跟人说我 No 了。OK。Hello，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红烧肉、空心菜、烤鸡、水煮牛、红烧肉、炸酱面。水牛、空心菜、炸酱面。Yes， 已经四份了。我的 KPI 快完成了。Yes。可以吗？是这样吗？可以，非常好。这个锅让水煮牛肉都变得优雅了，感觉我烧的量有点大。那我先帮你热油吧，一个。红烧肉。可以了。这样的奥运月十一号的绿豆汤和七桌的空心菜。空心菜刚上来，九号对吧？上吧。你好。哎，这就是红烧肉，对，炸酱面来了，对，炸酱面，好，这是一个腐乳空心菜，谢谢，有一个红烧肉对吧？哎，炸酱面吃完了。对呀、啊，我们能再一份再来一份。好嘞，看一下。好好好。可以点炸酱面。可以点炸酱面。尝尝。我做。你好。一杯这个吗？那个。再加一份吗？不，我们想加一份。好。一号加红烧肉，二号、九号加面。哎，红烧肉没有了。没有，有，正好还有最后一份。
table one. Yeah. Yeah. Here's the braised pork. 红烧肉. Okay,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红烧肉是谁做的？红烧肉是沈梦辰，对，在那个角落里面，好吃啊！好吃。有人夸你的红烧肉好吃？真的吗？还有几份没有了吧？就卖完了，最后一份已经卖完了。好。啊，好开心！哇，好有动力哦。